Thank you.
林素琴、林文英。
请加入树代表，请所有的小青。
反正要吃宵夜，在这里是自动的马拉松。
有没有家长会十六吨的？请举手。啊，家长有没有？没有哈、哦，阿你无要紧啦，那我嘛是没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第三个节目是由五年二班的关品妍、邱子欣还有刘逸轩，他们也要表演舞蹈。可是这个舞蹈的旋律哦，都不是够星期五晚上啊啦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Baby, I'm a monster. Owner and owner, I see you and someone and no one in trouble.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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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h. 带我进车吧，我将你从大的回忆色蒙大的。
来哦，我们这位要演唱歌曲哦，掌声欢迎他。要去无人之城的天涯，陪着妈妈说的那句话，孩子的生气是不复杂，哦，眼泪轻轻的擦，别怪他多嘴乌鸦，眼下那雪风沙，看那妈妈长大要错过几个他，用最好的年华，这是青春的感想，当你别开出花，伸出心脏的枝桠，夹风去的又来，等待心血融化。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热忙的牵挂，那城市的繁华，开出的月牙。当你别开出花，唐山带的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，才听得见回答。没什么好害怕。要去无人知晓的天涯，陪着妈妈说的那句话，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，哦，眼泪轻轻的擦，别怪他多嘴乌鸦，散发那些的话，你才能慢慢长大，要错过几个他，用你真正的年华，这是青春的回答。当你别开出花，伸出心脏的枝桠，将风去吹又来，等待心血融化。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远方的牵挂，那城市的繁华，开出的月牙。当你别开出花，唐山带的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，才听得见回答。没什么话。青春又来，等待心血融化。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远方的牵挂，那城市的繁华，开出的月牙。当你别开出花，它盛开的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，才听得见回答。没什么好害怕，孩子放心去飞吧，在你的身后有个永远的。有刘盈杰，三年二班的刘盈杰的表演，他要表演的是陶笛的演奏哦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掌声鼓励。
出来表演真的很不容易哈。Thank you.
也请准备啦。一起送，有没有？没有吗？
十，小心哦。
用，哎，真的很不简单。好，我们请那个雨柔，好，请掌声，谢谢。Thank you.
在一起。离开了舒适区，多巴胺在分泌，反正要吃宵夜，在这里是自动门马拉松，照亮了新的我，直到太阳都升起来，这时刻好厉害，让我来做完，要这里等着，一场梦起来，就等你，我的心都承受不了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Yeah.
学生协奏曲第二号第三章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拉小提琴的小女生真的是很有气质啊。好，来，好，不急不急，翻到对的那一页哈。好，我们这次上也有。
年一班，他们要年二班走唱跳组曲哦，他们的曲目是 Number and 看吹泡泡，那么手好，那么手。好，我们这班很阵容庞大哦。好来，我们请台下的观众们，等一下，请他们准备好的时候，请热烈给他们掌声啊！哈，好了吗，老师？好，请热烈掌声欢迎。好，玉芳老师带领的。Now it's your turn. 换你大声唱唱看。在我小小的胸膛，快乐不停的酝酿。
样，希望悄悄的在寻找，我们不会再遗忘。这简单是能想成幻变得那么的坚强，这痛快来试试你的眼光。起来，这是个 party night， 忙碌我来过。
知道吗？这个要练习要多久啊？团练呢？好，有我们二年一班的尤婷一，他要表演的是小提琴演奏。哎、啊、可是他今天哦，还请到他很帅的哥哥哦，毕业的哥哥尤廷轩来为他伴奏哈、哦。好，这个是兄妹党的演出，来掌声欢迎。还有我们的帅哥哥特别回来帮妹妹伴奏。好，他要表演的曲目是《荒城之月》。Thank you.
谢他。来，接下来是由我们二年三班的尤丽西，他自己要演奏钢琴，曲目是小奏鸣曲，掌声。
来娟乐的演出，接下来呢就由我们二年二班的赖礼佑、黄仁凯、尤怡晨、朱瑞玲、徐妍希、蔡诺乔，他们要表演跳绳，好健康操。好，来我们看他们有没有很健康的给他表演出来，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。学务处广播，请各班派两名代表到乐活馆进行跳绳比赛。跳绳工作人员请到学务处集合，报告完毕。
己多厉害啊！来，请小心下台哦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节目呢是二年三班，他们要表演的也是舞蹈哦，然后他们的曲目是《勇气大爆发》，由我们的嘉玲老师，压轴哦，不要跑哦，我们压轴结束之后有奖征答，全部通通送，好，请准备，我们二零三的请上台，我们压轴的请大家拭目以待哦，好，等一下有没有要唱啊？没有哦，只有舞蹈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的勇气大爆发。小心，小心下来哈，来。